是咧行路若较慢的哦，行路先慢哦，无你是笑皮咪呀呀，哎呀，未个这么听，来啊，讲些台湾的粤语啦，小语啊。人多话就多，三色人讲五色话，有人爱食菜粿，有人爱烤粿，有人看人老，看拳头，拍拳头立刀山，遐这个淡薄做书上厉害啦。伊那牛刀是日本立刀山上盖好好手刀啦，马肠啦，遐这个珠穆上帝哥，要。这个人多话就多，三色人讲五色话就是讲哦，这话就是讲人足多吼，杂音的，足杂音艺术就对啦。专杂。人惊老，猪惊肥啦。所以讲用来形容讲哦，这个人若老啊，哦，上惊老啦，青春不在啊咧。猪若肥哦，人就要掠去杀啊。所以讲哦，人惊老，猪惊肥。入门看人，而出门看山势啦。就是讲凡事啊，拢是爱善意吼，要观察哦，啊，这个观，这个这爱观言，要观色哦，随机应变，咱就对啦吼。哦所以讲入门就是讲到新的这个某人的这个厝啊，看人伊，看迄主人哦、喔、的情绪啦、环境啦如何啦。出门啊，行到别位的环境的所在，爱看山势啦，看迄山顶的风云变化，是不是连伊透风落雨啦？哦、喔，所以入门啊，看人伊，出门看山势。入乡随俗，入港随弯啦。意思讲用来讲吼，形容讲应该啊，随客观哦，以这个环境来处理啦。凡事不可一成不变啦，哦哦。八仙过海，虽然变通就对啦，哦。形容讲哦，啊，个人啊，哦，有个人啊，以这个独到一面，以这个看家本领，无一定讲哦，对某一个人啊，啊，甲是咧惊代志做过分哦，会装败啦。所以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吼、哦，完全共款的，对，完全讲一支草一点露的意思安尼啦。八娘笑半斤呢，八娘笑半斤呢。八娘就是半斤啦、啊，半斤就是八娘。唔好讲在迄个所在啊，孤笑比无尾，啊比笑孤粗皮啊，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意思共款的，对，叫做。八娘笑半斤，也好。